猴子到，速上告。 发什么呆？拔根毛来拜一拜。哎，等等！哎呦，小神是黑风山的土地，在此。 候你多时，真香，真香！再往前走，就是观音禅院，当年也是香火鼎盛，只可惜那场大火哟。 后来呀，这禅院又被重建了，可人心若是烧没了，修好一座破庙又有什么用呢？你不记得此地却是有些东西惦记着你。 来者不善，小猴子自求多福。
许久不用，没成想这定身术倒还好使。哎，即使跨过山来的故人，教你一招也无妨。来，速速把手伸来。 写好了，日后遇到什么凶匪恶徒，只需要用着手一指，心里默念一声“定”，就能让对方动弹不得。你也可喘息片刻，只是小老儿道行浅薄，这定身效果不消片刻就会失灵。遇到些笨货倒还好用。 你全当是挣个傍身的手段吧。嘿嘿，如今这些小儿真是目无尊长，别怕，用刚学的法术与他玩玩。
拿了你，便不用这番辛苦辛劳。
知深浅的这么往前硬扛，只怕得吃大苦头。我且把你变为一只金蝉，你可顺着前面的火光探一探这山中的虚实。小庙还有诸多神奇妙用，日后你自会明白。黑风山的后山重地藏着不少秘密，想四处探探的话，务必留神金蝉的存续时间。若是遇上穷途迷路之处，小神自会暗中提点，放心去吧。又出来先走了，这叫喝的都清楚。
来者何人？敢来此处找我清修？又是只猴子。施主，不如放下棍棒，也同我学点佛法，如何？别乱来脚。
别这么好麻烦。